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婚聘走私的案件。经过一个多月调查，台北地检署正式起诉，为国安局到华航的高层有21个人被列被告，但是只有13个人被起诉。查到案件，除了国安局的人员和总统府的侍卫室之外，包含这个华航的最高层级有副总的柯江信，也就是立委柯宜莹的弟弟。检调这次是针对着有者买婚、钱为倒位来，以及者应该负责这三方向来侦办。接下来会继续来清查，还有者代替人买婚。